是的，手游叫做《梦幻模拟战》。《梦幻模拟战》呢，是被称为日式 SRPG 三杰之一的名作，距离上一代的正统续作已经相隔了20年。这一次呢，是中国的游戏厂商获得了原厂授权，说是原厂进行合作研发，但其实我觉得就只有中国厂商在研发的。好，现在呢，小东直接为大家演示一下游戏的一些战斗，也就是最重要的环节。先来讲一下剧情。好，声优是日 ，CV 是日文的。变身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直接跳过来进行战斗。游戏呢，里面有超级多的人物可以让你抽卡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把要用的人物放上去。看一下这个魔术师，好，看一下，换掉，哎，这个也是 SR， 这个概率呢好像特别特别的坑。小刀总共抽了6次的时间抽，只有一个 SSR， 这边不止人物要抽，好的装备也要抽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氪金了。好，全部。代替，为什么呢？我要等他们过来，自己送死。